神聖的開門，總之他四點啦。係啦，冇多到我唔緊要，都要睇一睇嘅。不過攞公帑嚟修復下，睇下原因㗎嚇。唉，我哋咧入去啦。咁啊，立法會會議廳咧就毀滅咗啊！毀滅咗之後咧，就修復完之後就俾大家睇下。咁我哋而家就睇入邊嘅情況。今日噴黑曬嘅地方，基本上已經係恢復原貌噶啦。咁啊，器材啊嗰啲咧都應該就非常之齊整，咁啊冇咩問題啊。咁啊，如果根據呢個狀況嘅話咧，就下個禮拜三咧就大會咧就係預期嘅進行嘅啦。咁啊喺7月1日嘅時候，就立法會大樓咧就係受到示威者嘅入侵。咁啊，基本上咧，立法會大樓咧就係無論喺出邊啊、周圍啊，定係椅子入面咧都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的。冇㗎。咁啊，之後就係、是、其後就係修復翻。咁啊 ，zoom 近啲俾大家睇。咁啊，附近咧都係望落好似好靚咁，表面上制度上就唔知啦。當日咧就係、有示威者就係闖入會議廳啦，咁咪噴上唔同嘅一啲嘅字句，咁咪將出邊啊嘅立法會歷任嘅立法會主席嘅像咧，即係嘅相咧就係、拆爛嘅，咁啊而呢個範徐麗泰啦。梁君彦的相咧就更加不知所踪，我基本上已经是找不翻噶啦。而當日最後咧，就係當時咧，就係示威者嘅，就係喺警察嚟到之前咧，就係全數咧就係離開呢個嘅會議廳。雖然咧就係有曾經就話有少死士咧就會話要逗留至最後一刻，但係咧就係被人咧就係勸退同埋拉走啊。你又留下啲紙物喺度，望望望住。
你掂，你記住留低指模。好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落去再睇下。咁啊，可能咧就執翻呢啲座位、呢啲牌，係咪即係話下次如果有民眾入咗嚟，試嗰度就提醒佢哋呢啲座位。咁啊，我哋依家睇到咧就係議員座位上面嘅設施咧，都係應該就係十分完整啦，同埋已經係修理好噶啦。當日咧好得意嘅一個有趣嘅，黃色立柱，唔好意思。如果係影完翻佢啊，得。係咯，咁我行過會俾人做啊。認真問題，唔好意思。咁啊，記憶中咧就係呢個主席嘅座位曾經就係被噴黑嘅。咁啊，依家咧就應該都係換咗個新噶啦。咁啊，今次咧修復翻呢個立法會大樓咧，就係用咗啊呢個百位數字應該。
係啦，咁啊應該咧就係現任同埋歷任主席嘅畫像就係仍然就係未掛上嘅，咁啊即係得翻各人嘅名牌咁樣嘅啫。咁啊見到咧就係區徽啊、議員座位啊，同埋啲麥啊，同埋投票嘅按鈕咧都係已經係回復原貌噶啦。咁啊，我哋又上翻去先。係啦，咁啊，見到啦呢啲嘅投票按鈕啊，嗰啲麥克風啊，嗰啲位置都係基本上就係已經就係回復翻原貌噶啦。咁啊，雖然呢一邊咧好似係民主派議員的位置，當時呢好像是沒有受到任何的損毀，但是另外一邊的建制派的議員呢就是的座位就是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的、塗污、啊、或者是損毀，但是呢、現在可以看到呢應該呢都是大概呢就是大概都是沒什麼問題的了，是的，沿途有些職員啊，立法會在看著我們就拍攝的情況。好，咁我哋依家咧就會上去公眾席噶啦，應該。咁我哋喺公眾席就再望翻落嚟，就睇下嗰個情況係如何。咁啊，見到咧呢一個座位就係、如果係 OK 嘅，就可以跟住邊上公記者定話。屬於工聯會議員啊，係郭偉強。哎呀，我行住先啦。我哋去睇翻咧。就是本身呢一度咧，就係有一個立法會的主席的畫像嘅，同埋歷任主席的畫像。咁啊，其實當時咧就係立法局啊，即係未回歸之前咧，啊，蕭偉賢爵士啦，同埋黃文發議員的呢個嘅像咧，就係仍然咧就係可以話係屹立不倒嘅，咁啊，亦都係冇遭受破壞，但係。唔知點解就依家都唔見咗，咁我哋依家就上公眾席再睇下啦。咁啊，依家咧基本上咧就係五位嘅前立法會或者現任嘅
主席啊，或者立法局嘅主席嘅畫像咧，都係都冇咗。我哋依家就上公眾席去望。我要望屎。哇！搭 lift 噶，原來就要搭 lift 嘅。好啦，我哋咁快咧，我哋就已經咧就係搭完 lift 啊，咁啊嚟到公眾席噶啦。咁啊，呢度望落去。佢就話仲啊，平日喺度做緊 live， 即係玩。唔係 live 嚟啊，扒啫。冇所謂㗎，你今日就 free。唔係，到時咧十號。This area and then. 咁啊，呢度就係公眾席啦。真係幾立立令嘅咁樣望落去。再轉多個位置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呢度就係公眾席。係啦，咁呢邊就係另外一邊啦。咁啊，見到已經係修復咗噶啦。咁啊，一啲噴黑咗或者係損毀咗嘅
設施啊，咁啊已經咧就係、是、應該就係更換咗噶啦，咁啊已經係立立令咁樣。就是二樓啊、一樓啊咁樣嗰啲地方就係、是、已經就係完好無缺噶啦。咁喺度望落去就係剛才嘅會議廳嘅一樓位置啦。咁呢度就係本身就係掛放咗歷屆嘅主席嘅畫像，咁亦都係咧，就係仲未掛翻上去。咁而其餘嘅樓層咧，就暫時咧就入唔到去住。呢度望落去都係啦，咁啊所有嘅設施都係修復好噶啦，咁啊基本上咧就係大致咧就係修復係完成噶啦。而立法會的餐廳都已經是啦，係重新咧就係營業，同埋呢一度就係一樓嘅位置。
暫時呢個立法會大樓咧，應該咧都係完完全全咁樣咧，就係修復好噶啦。而當日嘅立法會圖書館咧，亦都係因為咧未受示威者嘅破壞咧，因為示威者有貼上呢個紙張咧，就話要保護文物咁啊，所以咧就係未受咧就係破壞。如果是這樣的話，已經是帶大家去看了就是這個會議廳啊、公眾席啊，甚至乎呢就是大堂至到一樓的地方的了。那麼這裡就是餐廳啦，那麼仍然就是正常運作，這個就是兒童的學習室。咁呢度咧亦都係圖書館，咁啊圖書館咧亦都係未受破壞嘅。這裡先是的，那如果有最新的情況的話，就再跟大家去報道，那就多謝大家先。